前些个月没给你回电话，你这个状态可不行啊！状态没问题，你这样我可不敢让你飞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被其他任何因素干扰。你说保证就保证，你现在这样子，有眼睛的谁看不见？你这干嘛呢？ 大半天把自己扔在训练场，不要命了？没出息！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出息的一个人。 如果喜欢一个人就没出息，那这世界上我就没见过有出息的。行了，赶紧调整好自己。